今天呢，我们来到加拿大列治文山市市政大厅，我们将采访陈智辉议员。我现在我也觉得很蛮骄傲，我是那个加拿大行政人民全国理事，唯一一个华人的全国理事。陈智辉律师是列治文山市第一位非白人市议员，多年来一直在法律援助、警察服务等多种机构提供过义务服务。他最近荣获 RBC 最杰出25位加拿大移民奖。陈智辉作为列治文山市华裔议员，为华人社区所做的工作不胜枚举，尤其是近几年来担任加拿大城市联盟的全国理事，让陈智辉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全国各地城市的发展状况。现任列治文山市经贸发展委员会主席，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陈智辉不忘与民众保持密切交流，一年多次举办各类与民同乐活动，利用这些活动把民众的心声带到政府，也把政府的服务告诉民众。自从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开始，陈议员多次与加拿大其他政要访问中国，他了解中国，喜欢中国，他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放在中加文化交流与商贸交流以及中加国际友好城市对接等事务上。就在现在那个 Young and Seven 那个电影院那个 Silver City， 我们就是说我们这大荧幕那个同时转播中国奥运那个开幕典礼因为中国是晚上，我们这里是早上，对不对然后我们在那个电影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因为是星期五早上，又要微微的下雨，我6:30到那个地方，然后门口已经排了5000人。列治文山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的，加拿大小小地方五千人在那个电影院里就排了大长龙，那个我不知道在国内的说法怎么说，就是好像一个雪饼，是不是这样说？我不知道，就是比方说这个这些地方，5000人都在排的打两个圈的。我跟其他人说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早上那么早。有5000多人同时虽然大部分是华人，但是有一些部分也不是华人这个我是应该是2006年响应的时候，因为我当选的时候，当时是列治文山当然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华人背景的，但是我进来才知道，原来我是第一个不是白人，我第一个非白人的移民，非常了不起。对，其实列治文山也有超过100多年的历史了嘛，我才是第一个不是白人的语言。干杯的水，它把我滋养；干杯之火，带给我。很高兴啊，参加的这个与民同乐的活动，大家享受下雨的天气，好像今天我刚才说了不好的天气，非常有了解。上次呢，我们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对，给我们很大指示。是，应该的。我们将呢这些镜头呢，我们也传到了北京的总部。太好了！所以这次呢，我们也希望呢能把这个活动呢向全中国人民介绍一下。谢谢你，因为现在国内呢还有很多企业呢，很多厂子想着我们列治文山市搭建友好城市。对。未来呢，我想呢能把一些资料你发给我，发给多一点，然后呢交流，我再发给国内的企业这个各个市的朋友们。这样的话呢，从今年10月6号的颁奖盛典开始，会有市政府官员会过来，到时候呢我们会见见面，谈一谈这个友好城市的事儿。因为中国市场也很大，我希望啊，我觉得您也会对中国大市场感兴趣。这个大家的多交流一下。列治文山市呢也发展很不错，很多刚才你说的地铁啊、交通啊、这个水啊、空气啊、好，非常满意。
中国很多投资者也对此感兴趣，啊，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第二呢，就是那个加拿大啊，政府出的联合补贴也是禁止我们整个地方的教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啊。虽然现在可能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第三啊。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一啊，13年前，但是现在我们啊可能不是第一，但是应该是头三名，那个很重要。是另外呢啊，2010年加拿大有一个专注研究的蛮有权威的，叫英文叫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就是应该是加拿大沿途组吧。他们看了加拿大50个省区，然后呢就定什么地方是最人家最希望去哪里居住啊啊，还是投资啊啊。他们全国选了6个地方，按大小有3个。荔枝文山是大多伦多地区的唯一一个，他们叫中国人好像喜欢什么 AAAAAA 什么啊，综合那种，对，一等二等，他们就我们就他叫 Class A Community， 就是 A 级社区，对，好的社区，全国只有6个啊，西边是温哥华、卡加利、卡加利啊，然后呢？安省我刚才说3个，渥太华，还有呢就是玩现在都蛮熟悉的，开始多就是那个叫啊瓦提卢 Kitchener 哦，啊瓦铁炉啊 Kitchener 啊安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多伦多，我们是唯一一个 然后呢在还有菲伯克省有个，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些老说我就记住我们，就是全国路过里边，我们是大多唯一一个。整个2010年，同时他们看了50多个，然后选出来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人家说的，荔枝文山就在那个 RHC，Richmond Hill Center， 荔枝文山中心，因为呢有地铁来到这里，我们啊在我的也在我大别地方就有一个叫天文台。这个英文叫David Dunham Observatory， 就是邓普天文台。这个呢，就是它里边的也是那个望远镜啊，应该是83年前是全加拿大最大的那种望远镜。现在当然还是，但是现在是天文学的不用那种了，都是电子啊什么的，但是。哪个年代啊，差不多有30-40年，加拿大所有天文学的研究啊发现啊，好像那个 K 洞啊证明 K 洞其实天文有的，加拿大就在哪里，就在 Bayview 跟苏加那个附近啊，我就刚好就代表那个地区，我的福气啊，为这个事情发展专程拿了块地建楼房啊，有2008年争取到现在现在已经开始这楼房可以建其实我很荣幸这个地方，我要求我们的中央山区政府中加拿大联邦政府申请做一个国家历史的地方。通过刚才的人的谈话呢，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的信息，也了解了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前段时间呢你讲这个你的勤政为民使你获得了很多选票，我也期待呢在以后的竞选当中呢你能够继续获得选民的支持，能够连任，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希望呢你作为一个全国城市联盟的理事，因为我也经常回到中国去啊，和很多城市的领导们他们有些交往，他们也希望呢能与加拿大的城市，尤其是这个列治文山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发展中国与你列治文山市的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对。刚才呢你介绍很多列治文山市的地理条件
优越，环境比较好，而且这个政策也非常吸引人，人也好，也希望借借此机会呢，能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和咱们这个烈士文山市呢，啊，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里是一个咱们的桥梁，你也刚才讲，刚开始的时候你作为议员呢是华语议员，你帮助更多华人社区呢做了很多的贡献。是是，我也希望在以后的中加友好城市发展联盟这个平台下呢，你会做更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也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时间，期待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啊。陈志辉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尤其是列治文山市，作为列治文山市华裔议员，我为华人队伍的壮大而自豪，同时也更感到责任重大。我们通过社区活动这种非常有效的形式，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搭建加中两国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让我们的家园更加富饶美丽。